砖头一响，老邓开讲。今天又开讲了啊。那个六中全会的那个决议啊，那个历史问题的中共的那个决议，正式公布了。正像我上两期分析的，没有什么内斗啊，什么不能公布的啊，只是他在走程序。公布了以后呢，3万多字啊，我逐字看了。像我说的似的，了无新意啊，不值一评，通篇都是对习近平的歌颂，啊，没什么新东西，啊，都是习近平是什么这个指路人呐，什么这套东西，啊，我看网友总结，这习近平当指路人，现在都当上瘾了啊，这几年从他上台，这指明方向啊，指明了。好多方向啊，一看这上百了啊，指明什么国内改革开放的方向，什么外交方向，什么这个给世界指明方向，啊，就差给宇宙指明方向了。我给他起个名叫"总指向式"，指明方向的，啊，"总指向式"啊，这个词儿是我发明的啊，这习近平是"总指向式"，四处指明方向。啊，我看国内的网友也很搞笑。啊，这习近平总指明方向，就说回忆起当年啊，他们当地的这些精神病患者，各地好像都一样，啊，就是我们老家就是啊，我们的县城就是当年那个就有人站在街上啊，都是说这个精神病指明方向，啊，在十字路口这个呱呱指挥交通，啊，一指挥一天，啊，还有模有样。啊，这个当年不知道怎么事儿，这神经病都上街去指挥、指明方向，啊，有这个瘾。哎，当年挺有意思，就是说文革这个当中，或者是文革后期，啊，一个是在街上啊，这个疯子指方向，啊，一个是披上大衣，在家里墙上看世界地图，啊，这两种。啊，现在时代不同了啊！现在这个神经有毛病的，一个是上网歌颂祖国强大啊，天天上网说祖国强大，为祖国自豪；一种呢是有网上视频，天天中外还有内幕啊，纵论天下，这精神不好的，这我也是后一种啊。前两天呢，我这个说要给大家讲这个韩正跟汤唯啊，也有网友说曾经说说不要讲啊，这个汤唯小孩不错啊，不要讲了。但是更多的网友呢，我这个统计还是希望我讲。啊，有一个网友我觉得很有才华啊，他在这个推特上跟我说，现在跟共产党掀桌子不行了啊。要掀被子啊，把共产党这个被子掀开啊，看看他们在床上干嘛啊？颜色革命都不行了啊，要搞黄色革命，哎，他这个我挺赞同啊，这推翻共产党，咱们另辟蹊径。所以说，围绕着黄色革命这个话题啊，咱们以后还得继续发挥。韩正啊。可能多数网友都了解啊，现在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一直在上海当市长啊，当书记。这个家伙也是花花公子啊，一表人才。当年呢有一个情妇啊，也是很出名，上海这什么东方卫视的女主持人袁明啊，这个袁明算个很漂亮吧。啊，当年他还调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几年啊。那个时候，有幸跟他一桌子吃过饭啊。那是东方时空那个主持人袁正明啊，那我一个老大哥啊，他召集的啊，还有什么那个编导钟敏啊，一个老大姐，袁明他们几个主持人啊。这个孩子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傻白甜啊，这个外表很漂亮，但是怎么像有点缺心眼儿啊？据说呢，这个袁明，先是跟这个陈良宇啊，陈良宇出事以后呢，他又跟的这个韩正，
据说呢是到英国去，还给韩正生了个私生子，回来继续回到上海，这是韩正的长期的情妇。还有呢，韩正有一个上海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是一个美女的干部叫什么高素琴。韩正呢跟她也有一个私生子叫韩华熙。韩正呢把这娘俩呢安排移民到新西兰纽西兰，转移了大量的资产给这娘俩。后来呢，把这娘俩呢，又可能是他们嫌新西兰那个比较偏僻吧，又去澳大利亚，现在这娘俩在澳大利亚。韩正跟汤唯呢，他俩这故事就是始于拍摄那个电影《色戒》，《色戒》大家知道是李安导演的，2006年的时候呢，《色戒》这个摄制组，李安带着他们。这个演员呢，什么梁朝伟、汤唯他们到上海，因为在上海取景，在上海拍。当时拍这个电影呢，就是要立项就是说得中国批，你可以在内地拍这个电影，在内地你才能上映。立项的时候呢，他们李安他们呢找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发展基金会，通过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联系到了。当时的上海的市委宣传部长王仲伟，王仲伟这个同志这个老大哥，跟我也有点缘分这前一段中共还调查我跟王仲伟的关系我已经告诉中共的调查人员，我跟王仲伟没有关系中共怀疑说是王仲伟就是一直给我提供中央内幕的那个鱼胸我经常给我发信嘛，我经常在网上贴出来。于兄的来信中共就怀疑是王仲伟发给我的其实不是我先向中共解释了。王仲伟呢，很支持这部片子王仲伟还是很开放的、很开明的一个人。但是呢，几次向中央报立项中宣部和电影总局不批这个片子当时就是他们读剧本，就发现这个片子什么宣传什么资本主义。为汉奸张目这个片子就没过。李安实际他们当时有意就把这个汤唯呢献给王仲伟，王仲伟就没太敢接因为这个立项也没立上。汤唯呢这个小孩当时他也是，刚刚能得到这个李安大导演这个电影里的一个主角。为艺术，为自己的前途，也是不得不献身吧，也是有他的难言之隐。后来这个王仲伟呢，又找到了这不批不下来嘛，就找到了这个上海市领导韩正。他们是在上海西郊宾馆，请这个韩正吃饭，当时作陪的呢，就有李安呐、梁朝伟和这个汤唯。韩正呢就很喜欢汤唯这当面就夸她这个很纯美，你看这词，这是领导的会用词。当场就承诺可以帮助把这个《色戒》呢在中央立项。酒过三巡呐，菜过五味，这个酒席结束，就一起去这个就在西郊宾馆总统套房开的房。提前上演了这个《色戒》的这个剧情。据说韩正跟汤唯的这个床戏呢，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给全程录像给透露。这个录像的视频现在掌握在海外的某人手中这个视频我也有可能得到告诉大家。说服了汤唯以后呢，韩正很积极把这个项目报给中宣部。这韩正的面子，上海市这一把手，这个项目就批下来了电影就顺利的拍摄，2007年呢顺利的大陆上映。上映以后呢，这个电影就两极化的反应，老百姓当然是喜闻乐见了这个情节很香艳看着很过瘾。
中共的高层呢就不满意啊，这个片子就是太暴露，而且政治方向说有问题啊，这个为汉奸张目啊，就开始封杀这部电影啊，也封杀这个主演汤唯。汤唯呢是后来据说啊，因为这个事还辗转联系过韩正啊，就是能不能不封杀他或者是怎么样啊？韩正呢也是怕惹麻烦吧。啊，就没有理睬他，啊，他俩的关系就断了，所以后来才有汤唯什么出走韩国、远嫁韩国。王龙伟呢，这个老兄受这部电影的牵连很大啊，他几次为了这部电影这个事情啊，给在上海市常委会上做检讨啊，几次向中宣部做检讨啊，搞得有点很狼狈。他自己呢，当时就。面临降职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要调他去上海市政协，啊，那几乎就是退二线了。曾庆红呢出手相助啊，他俩关系不错，把这王中伟呢又调到国务院新闻办，啊，好像是平调啊当主任，但实际上是降了一级。再后来呢，什么王中伟又当这个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啊，到现在退位。这就是韩正跟汤唯这个他俩的情况啊，这种事情啊，就是太多太多啊，这个专制社会这种高官显贵啊，玩弄这个什么美女，玩弄明星啊，这个事情就太多了啊，在共产党这种国家里啊，这中国这种国家里，这个见怪不怪了。哎呀，这不搞得我这不是也是一直要回去当县长吗？这不但要当县长，还要当我们县的文工团的艺术总监，这司马昭之心呢啊，路人皆知。你这要干什么？上两期啊，我讲这个中共高官的这个淫乱啊，我也提过中共女干部的这个淫乱啊，因为当时受这个节目长度的限制，我没敞开讲啊，今天再补充几句。啊，不但是他们这个男干部淫乱啊，这女干部淫乱的一塌糊涂。中共这个从建立起啊，他这个就很奇怪啊，中国古代这个基本上没有女的当官的，什么女的到这个官员队伍里来啊，那中共它是革命党嘛啊，弄了很多这个女革命的啊，这个加入到革命队伍来去当干嘛？专门成立妇联啊，基层都有妇女主任啊，高层什么妇联、共青妇，这养了一大堆这个女干部。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这个我这个在农村呐，什么这见了太多了，这中共这个女干部，这个什么，后来这个到县城、到省城、这到北京，哎，这看着就是我亲眼目睹的他们那些。女官员的那些怎么说那些不堪啊？一看他们，啊，有一个中共的一个高官呐，什么他这男的啊，他在会上会公开说吧，啊，别人说我是什么这个行贿提拔上来，你们哪个不是啊？全查你们这些干部，你们谁不是行贿送礼当的官？你站起来啊！没有一个敢站起来，全是送礼当官，这叫什么？跑步前进，提着钱你才能拿着钱送礼，你才能前进。啊，女的呢，那就日后提拔啊，你不上床，没人提拔你啊，这没有不是的，无一例外，啊，全是这个，啊，你只有通过上床跟人家睡啊，你才能在这条路上走上去，啊，当什么局长，当什么市长，哎，当书记，不全这样吗？那陈志立啊，什么那个江泽民的那个情妇，最后这是一路升官，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这已经达到什么呢？我就不给你们举具体例子了啊！你们去在网上一搜，这中共女官员的那个淫乱，那就这事情就太多了。哎，还有什么？就是三陪小姐啊，竟然也能当官啊！有一个湖南的吧，是不是陈州吧？我记得是什么一个三陪小姐，就陈丽嘛，啊，傍上那个市长了。啊，这个市长就把他什么弄到这个机关里来，一路提拔他，竟然能当文体局局长啊！就是一个纯纯的一个三陪小姐啊，就能这个当上局长。你这个国家这个制度，你说多好玩，多有意思啊！我觉得孔老夫子要活过来，
看见个这个社会听说这样的消息，那老夫子就得气得再死过去。这什么事儿啊？你说这是古往今来都没有的事情啊！三陪小姐傍上一个市长，然后这市长就可以提他去当局长。也这是没学历、没水平、没什么，就是跟领导睡觉就可以当局长。这个国家这个制度，你说这荒唐到这个什么程度？说起来挺有意思啊，这个我老爸呀，但是也老革命吧，但是建国前他参加革命也算老离休老干部啊。他这个在我们那个村当书记，当时叫大队啊，大队书记，那个支部书记，提拔了一个什么妇女主任啊，那很漂亮。我们是我们同班的同学，我那个男同学叫胡景龙，是胡景龙他妈啊。那胡景龙有点像缺心眼似的，我记得，啊，挺高大个。那个课间休息，我们在操场上，啊，我们一帮同学就围着胡景龙问：“这不他妈当妇女主任了吗？”有同学问他说：“你妈那个入党了吗？当妇女主任？当妇女主任得党员呢。”胡景龙就说：“这入了。”说：“我妈说不入不入。”那老邓他爸一下就给我妈入上了。哎呀，我们这些同学哄堂大笑，弄得我还有点不太好意思。前些年我这个回国啊，跟着我老爸喝酒，我就想起这事儿了。哎，逗老爷子玩儿。我问他呀，我说老爷子，那个当年那个妇女主任这事儿，那真的假的？你们俩怎么回事儿？老爷子一听急了，筷子啪就拍桌子上了，你他妈就是美国汉奸，你给我赶紧给我滚回美国去！我说你看你这一问你这事儿你就急，行了，那就不问了，这个事儿就成为悬案啊，就没再敢问。这就是什么？叫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好色儿浪漫。